福音第五章31节到到32节，五九音第五章31节到到32节。今天我们讲悔改，大家讲悔改。哎，那亲爱，咱做基督徒做个几十年了，是不是？咱不如悔改啊！哎，那亲爱，今天的问题不是你做基督徒多久。今日问题是讲有一个悔改的生苗比较重要，因为你要知影啥物件，主耶稣来求咱人的念声，咱就要用一条路来体着耶稣的灵力，体着耶稣的救恩。所以啊，姊妹，是安怎把路界得救呢？哎呀，姊妹，圣经甲讲，咱就要悔改。咱看这个悔改正正意思啥物？悔改 repentance 真正 repentance 真正意思是什么？罗教音第五条第三十二节，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注意啊，姊妹，耶稣对人讲，无病人都不免需要医生，有病人才需要。我来本不是叫义人悔改，乃是叫罪人悔改。咱人白白阿头祈祷，主耶稣，我求你圣名开开下姊妹目睭，开咱目睭清来，让生命在你内面一段稳定点声来改变。我求我人会在着谈着主的救恩，感谢主听我祈祷，奉耶稣名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主要将今天耶稣讲了一句真特别的话。伊讲，我来是要找有病人，大家有病人，所以一来医治人的。然后后来又来讲，我来是要找罪人，大家讲罪人。那这罪人你做啥物？把你家谈到得救咧？大家讲悔改。所以看耶稣要救那人，调那人，伊这边无讲一头救咯。你要哪谈着伊的得救，都要你愿意家己接受，对不对？你卖俾你都冇用啊，系咪？对不对？所以啊，姊妹，耶稣要救那人的点声，伊卖那人做啥物件来接受，来摕着，还是来行入去做这得救的道路，就悔改。要悔改啥物物件来？到底悔改啥物物件来？来看圣经。悔改就是原来的意思啊，希腊文的意思啊，叫做 meanoia， 来讲 meanoia， meanoia， meanoia 啊，就是阿摩的，就是 repentance， 悔改。悔改就是外文的意思，就是改变你心，来讲改变你心。像个人对古早的，阿拉讲啊，企图啊，诶，阿咪啊。企图啊，就是古早的消法，古早的规矩，悔改，古早的阿改，无了。然后，甲对古早做过代志感觉着后悔，啊，这个本来就悔改。阿摩呢，就是咱写的，阿摩意思是 a change of mind and it appears to one who repents。Of a purpose he has formed or of something he has done. Is it not me? I'm sorry, guy. I'm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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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古早安怎发的人，今日未使有了诶。你古早讲你话诶，今日未使有了。你古早想法，今日未使有了，行错咯。原来这就是悔改，都头变命，变啊，变转啊，改变啊。对着古早命感觉真轻啊，真正后悔，真着悔改。有我诶，姊妹，也是话你搁是讲古早物件，但姊妹，你注意啥物件？真正一人爱信耶稣，但是卖悔改，所以我常常因为真一人信耶稣人听，真一信耶稣人，咱对我来讲，
新娘嫂会使，但是新娘嫂咧佫会使上机哦，新娘嫂咧佫会使博玩机哦。哎呀，新娘嫂咧话，哇，佫爱我当今的生活会使哦。新娘嫂无问题啊，成个拜祭公、拜神婆、拜阿公、拜关公，假拜一个耶稣不要紧，但是。新娘嫂咧，佫有当今的生活会使哦，袂哦。咱个信仰啊，甲其他的宗教无相应啊。其他的宗教对生活做虾米，伊个宗教无讲啥差别个。所以你才派教做按公教拜，是不是？啊，你若看按公经个点啥物，看阿教人讲你单教天，白粉教烧，草话教讲，树会动教行。啊，各项物件拢有，但是伊会挡过去的。啊，这就是人的宗教，跟咱的宗教的无相。那咱的基督耶稣的信仰是安尼款的。耶稣讲，你的信的啥物，你做出来的啥物。所以你看，咱的耶稣唔单止注重咱的宗教仪式尔哦，伊陪咱圣洁的生活哦，伊陪伊注意伊要紧。就是咱的生活顶所有一切的哦，原来咱的生活甲咱的宗教信仰啊，要相款的，因为好处，因为你心是圣洁的。爸爸，你记不记得讲你心是圣洁的？爸爸，你记不记得讲你心是好的？公义的讲，正直的，所以那信的人呢，也就要悔改来改变。那还指望？他们是悔改，那是你讲悔改来讲，有三项物件，你发生到你生活的三项物件，他们去白讲三项物件，头三大事就是，你要有悔改心，白讲悔改心，才能看圣经。八福音第三章第七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三章 Matthew chapter 3 verse 7 to 8。圣经记载，属世子 John the Baptist， 属世约翰啊。圣经记载，约翰可能真正是法利赛人，那撒都该人也来属世，就对人讲，攞只毒蛇，就追究人走回将来的上帝愤怒的审判，你人未结出果子来。甲悔改的心相款，第一个甲悔改的心相款。约翰讲这句话，伊人是无理由的啊！即个一般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伊人是宗教师的哦。伊人的外表啊，是像无理无理的，像圣洁、像属灵的。伊人做啥物物件，要让人看的哦。伊人做善事，要吹喇叭；服务的人要去吹喇叭。伊人祈祷，伫你人的街路边、十字路口内面祈祷，就徛伫祈祷中间教，教你徛正人祈祷，人看正人看到伊的相片了。然后伊人的头、伊人的手拢成了金门了。伊人一礼拜去食三刀了。那你请问，安尼人来西里点啥？但是。约翰福音在约翰这个人咧知影这个一班的人的心，因为当个人去对了约翰洗礼嘛，伊若是无洗礼来去批判嘛，伊讲伊就是属灵，伊就是对了圣经的话，惊人别人尊重约翰。伊若是无学约翰洗礼，哇人嘛是看伊哎呦，个伊无对主的路行，所以为着面子，为着让人看，所以伊做出外表的敬虔。来说咧，约翰看透伊人的心啊，约翰骂伊人，讲伊毒蛇，就是教你走未将来的心话。你人家你要结出果子来，有悔改的心，甲悔改的心相款，无路用。你莫在嘛做外口代志，那遐个正话要注意啥物件？咱心主咧，同时啊，主讲悔改就是帮助咱谈救恩的。然后头前物件，阮若讲悔改，悔改的心条件啊，前物件咧，我先讲来源，你悔改的心的来源啊，看会到的所在，人一直做会到看会到的所在，
今日我有上次我佢講嘅，今日都做啲冷面頭整，我係面頭整啊，所有宗教儀式啊，啲無用嘅啊，之外，牧師是可以話表你嘅，對啊，冇錯，我是可以話表，我係看到你心，我點樣畫你嘅心出嚟嚟睇啊？我哋個個都只廿超廿份，冇加學術嚟，冇講話嘅思想，冇係鼓勵宗教啊，好啦，就係牧師就對上啲狂妹嘛，點樣？甚至牧師或是男嘅，要唔要？當中跨男跨男，但是問題就咯，問題咧耶穌唔是跨跨標嘅啊！聖經簡方面，咱嘅上帝是跨內心嘅啊！三本經上講，耶和華跨人，無上嘅人跨人，人是跨跨標，耶和華是跨內心啊！內心咩啊？耶穌看出內面都假假真啊，還是假啊誠信啊，還是無老實？耶穌跨頭嘅啊！所以啊，所以我们是悔改，就悔改，就一个悔改的心在里面。意思是讲，你心未使过来了，唔想负责呢。你若负责恶毒咧，未使过恶毒了。你负责骗咧，手段未使过骗了诶。你负责那是淫人诶，你未使过淫了。你若负责弯道，想弯道未使过弯道了。负责你心垃圾，当然你改变，你心未使垃圾了。要负责你若自私诶，当然你心未使自私。我你心嘛。你心真正重要啊！佮你古早个嘛有一个真正出名个牧师啊，叫穆迪，穆迪。只是刚才讲啊，出现悔改个多啊，然后一人听个头前啊，都问伊讲：我牧师啊，我听真感动，我变做悔改。即牧师来讲，有讲起话有无？很簡單，悔改就是當今的，你去找你去向他說騙話啦，說得對正話，以前騙人，現在去到被你騙那個人來說實話，我說你也是無辯，目的就是說，就是這個無辯啊，就是自私啊，就是做你的老我 old self， 老我老我是那是我未知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爽，一直讲，一直大，一直讲，一直烂，一直讲，一直烂的，这是无好的话，骗话。对你讲，你负责骗人，同人家讲 sorry 啊，顶回我骗你嘛，啊，其实啦，我是安尼安尼，我是讲骗话来骗你，讲到你真话，听不听？下边老瓜就死了。哦，原来他们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讲，当今你要改变你心。无个再有臭心肝，未从今日开始，培一个好的心。那咱的心是无好的，简单来讲，咱的心是罪的心、垃圾的心、自私的心，拢总是为家己的心，这是自然。因为汝罪性，大家讲罪性，罪性，罪 ，the sinful nature， 罪性。开始问。但是有强味件，咱信了主，咱有圣灵哦 ，Holy Spirit， 家己讲圣灵，圣灵甲你讲话呀，做唔到。你若是做强味件，操心肝呀，你心内面无爽呀，啊，你个圣灵甲你讲话无平安。所以咱一个信主的人啊，当咱信主了过后，咱个心就感觉无平安嘞，咱慢慢咱控制咱个心，那。叫咱人的生命，叫咱的心，一直要受圣灵的控制，无继续做坏事。比如讲，你自私的心的起来，那圣灵就讲：哎，你自私了。如果真正强逼的是，主我自私了，原谅我，赦免我的罪，我悔改，我去好。啊，这是我达到大的核心。悔改不是讲你心主背了啊，你就未悔改了。这悔改的心啊，是一世人本大的爱啊。没有，干嘛你无操心肝？有啦，有淡薄啦。有自私哦？有哦。啊，贪心淡薄？无啦，无啦。还是讲骗老公？有啦。讲过啦，你啊有艰难哦，去哦，我真死你！
真係咁，我唔真嘅。真嘅。睇你前面真係好。冇。哇！好啊，梗係好嚟啦，但好嚟玩到咯。烏啦，都是烏喎。所以啊，幾好。嬲啊嚇！烏啦，成日都。所以咱安怎？咱有嘅，咱咧就是控制伊哦，卖来起来，行到后边去咯。行反转的路，冇自己行去了，做嘢路冇自己行去，咱咪倒头边行，掉个路。心内面要改变，转，咱会知的。啊，你讲，虽然你心内面的头啊，已经生硬，你会知的，才奇妙的。那你生硬，那你未走的。你心嘅感覺無傷嘅，你做啦。你講粗話出嚟，你心嘅感覺無傷嘅。啊，聖靈責備你 ，The Holy Spirit touch you, condemn you to change, because you are Christian， 因為你是基督徒，信主嘅人，所以聖靈未何你這裡轉，你就做唔到嘅，你坎坷啦，你心啊，啊，你就是悔改嘅心。你那是講今日我是做罪啊？会感觉到，你会笑无好物件，会感觉到讲，你坎坷啊，感谢主啊，你得救了，你得救了。那少笑啦，无感觉坎坷；做啦，无感觉坎坷；心内吵啦，无感觉坎坷。哦，兄弟姊妹，我唔知路先阿叔，你我唔知路先阿叔。我被判断，我唔会判断你系咪得救。在呢个圣经嘅话里面咧，我有担心，都唔有先阿桑。你去讲先阿桑，佢就无悔改嘅心，佢心运在咧臭，运在咧恶。等下俾人攞啲叫咧，阿门。所以我哋讲啦，唔能够悔改。聖經講，你就悔改，其實你會感覺你做嘅唔對嘅物件後悔，你會感覺你企圖要賣，你會感覺你喺你心裏邊嘅悔改啊，悔改，何你會坎坷啊？這就是點解？你做唔對咧，你想唔對咧，咁先啊！你心裏面感覺坎坷，你 command 嚟主裏面悔改，哇！你得救啦，你得救，你得救啦，你到底救唔嚟？睇下先喎，你嗱公司又傻，偷賺物件都發生到你裏面，都是悔改嘅心，大家講悔改嘅心。对心的点亮，有咋？有一个放阿龙的兄弟，新的亚松，你好牧师啊！是咱几月几日买？牧师，我唔知咩事。路啊，把项物件我做，我咪说，我鼻骨在烧烧了，我咪说，我烧了烧未断呀，有包。我大概收唔到嘢啊！一班我善啊，又我收唔到嘢。嗱，我讲落户我就收唔到嘢咯，我就犯规咯。特大家收唔少，我就收唔少。古早嘅人喜欢话话些声，用手段做个发财啊，面家逼人笑。我讲做弊咯，唔知你说做弊咯。结果做弊咯，咪收唔少咯。收唔少，佢收唔咧，佢又换啊，就系咁。所以我感覺我咪笑啦，你啊，感覺咩嘢未知啊？唔笑笑真係未知。感謝主啊，心主啦，佢哋改變啦，啲心好啲啊，啲冇嗰啲臭心肝啦，香冇啦嘛。嗱，即係所謂改心，心主人嘅變嚟㗎。嗱，心主人未變嚟講啊，我唔在乎心主啦。
我唔敢讲伊无信主啦，但是我唔知有信主啦。圣灵在我袋内面，我唔知啊。阿门。所以看下姊妹，若是讲如果是信耶稣的人，你就得要有悔改的心。好吧，你一边来讲，你就得要有悔改的心。感谢主，第二怎样？第二，那是讲是信主来讲，第二项大事要发生在你生活顶的。第一个悔改行为，悔改的行为 ，the action of repentance， 悔改的行为。那下次话，你讲到悔改嘛？对啊，如果悔改，悔改就悔改宽呢，大家悔改宽，啊呢，那话，速度很转。出来用完第二十六章第二节 ，X chapter 26 verse 20。出来用完第二十六章第二节，就讲先交给大马士，后交给耶路撒冷的犹太全地加国万人，劝告人应当悔改归向我神。那这边讲到悔改了前，如来父啊，出来用全的作者来讲，惊书加悔改心相关，来讲惊书。做大事，咱看一个悔改的人呐、啊，一个信主的人呐、啊，伊做大事要改变，叫做唔单去心改变啦，爱为心改变，了来为宽些来宽的啦，要。我有我信主了，改变了嘛，但是为宽是安尼宽呢，我几十年嘛是安尼宽呢，我一路来嘛是安尼宽呢，等你老了来改变做咪，是不是？对啦，未啊未使哦，你讲悔改，你信主啊，你的行为啊，你的做事的情形啊，要改变了未啦？你的行为要变哦。一个人若讲伊信主了，无改变会使？未，我讲了，咱的信仰，我哋嘅信仰 ，we all believe， 咱的信仰也是无相的。外口别人的信仰，伊人会使做一套，然后按公照拜，神照行。咱人的主无相的，咱的神无相的，咱的神讲呢，因为我圣洁，所以汝才特别圣洁。那无圣洁，无在了亲近我，因为是圣洁的嘛。所以个太耶稣来下边咱最老的宝贝来见证个啦，然后让咱行至至圣所来敬拜伊嘛。就是咱人讲，咱的性格、咱的行为、咱的做法要改变，听没听？那信主的人，那是无改变，伊无信主啊。要信主人才会改变呢。我去 SB 那边，有一个兄弟问我那问题啊，搞辩论那问题。伊讲，你人敢讲信耶稣得救？信耶稣得救？那是一个信耶稣的人。继续杀人放火，然后伊悔改就得救啊！哇，一句话来个回答：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杀人放火，佢信咗耶稣系咪得救啊？信咗耶稣再杀人放火，系咪得救啊？哦，一句话咁样回答，我哋讲就清楚，我讲廿二啊，其实都问我这个问题啦，已经成大问题啦。根本的问题里面都是问题的，你有问题就问题的。那我跟你讲一件事，你就不叫了。那是你说他是信耶稣的人，他就不会在台南办会了。你如果说是信耶稣的人，在台南办会来说，他就是信耶稣的人，没有，你不会叫他是信耶稣的人，他根本没信到耶稣，他不是想说我人是信耶稣的。那是信耶稣的人，你就改变，你不可能去台南办会了。你那是信耶稣去台南办会，不会台湾会无信到耶稣？你唔该再问我这问题，你唔该再问我讲信耶稣人继续台南办会会得救，这个是唔对的问题来。那是讲信耶稣的人，伊就无不在台南办会了诶，你定着无不在台南办会了诶。就算你不在台南办会，信了耶稣，你定着改变无台南办会了诶。那是信了耶稣，台南办会来讲，你根本无信到耶稣，因为
袂使做到信耶稣的人。所以问问题已经有问题了诶，对不对？我做个比喻落去啊，我会使问一个安尼款的问题哦。阿红子是咪查某啊？也就是查某嘛，阿红子是查某啦。我会使问一个问题，安怎问题啊？我讲，那是阿红子唔是查某，安怎好？阿哥啊，我问一个是一只好笑的问题，我是问一个是一个问题，一个好有问题的问题，系咪？对唔对？阿红子嚟查，我即系熟悉嚟查我啦嘛。全世界人或者讲阿红子嚟查我，全世界人或者讲唔得查我，但系我问一个是一小的问题，我问阿红子唔是查我咯？就成日我问一个问题，那是基督徒去杀人放火，伊会得救无？那兄弟姊妹，那是伊基督徒，伊就袂有在杀人放火啦。那是伊基督徒，伊无可能会在杀人放火啦。伊那是基督徒，伊绝对唔爱杀人放火。那是讲是基督徒去杀人放火，这就是基督徒了，明白无？明白呀，兄弟姊妹。所以可能像你这样，起码都要信耶稣，这样子嘛。信耶稣得不改变，你做事得不改变。你不再偷了，把路给都偷了；不再贪小小便宜，小便宜把路买了；不再贪呢，把路买贪了；不再做罪，把路买做；不再烧本，你家里买都烧了；不再呢，饮酒醉，家己开始，你绝对无酒来捆绑饮酒醉。那是今日，如果是一个新主的人，你古早的生活也都要改变了。做事啊，做生意啊，做工啊，安怎就要行出的路程式了。你会做歹A，不是B，但是你卖，牧师也做歹。我是这样歹惊了，那不要做歹，对不对？派阿街啦，抄阿街啦，手段啊，我下，夹起条咩啊？你听唔听？夹起条嘢，我哋知你要乜嘢啊？对唔？我下，但是我心主咧，咁先啊，我栽只路嘅咧，手段嘅路，安怎行后尾路？后尾路我栽，但是心主咧，我栽，但是我卖。我要行主的路，我要紧行主的路，主来照顾我。我要紧行主的路，做一个正直人，做一个公义人，做一个听主的人，对主的话行的人。我会使做，但是我甘愿吃亏，卖做。才这时阵，我先来看。我知的，那是做安尼款的较好行的，较硬行。但是我甘愿卖行长途。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是信主的，因为我信了耶稣，我是一个基督徒，阿咩呢？这就是基督徒，甲唔是基督徒诶无相。所以若是讲信主啦，你宽的改变咧，你行为的改变咧。你讲话就要改变，你做事的手法就要改变。那兄弟姊妹，那是讲信主，这两项代志就要发生，就要生命。头一个就是悔改的心，第二个就是悔改的行为。阿门。第三个来看，第三，那是如果讲悔改来讲，这三件件就要发生，就要生命。第三，第一讲悔改悔知，悔改悔知，那是讲你是信主的人，你特别有悔知的。圣经讲有真侪种的悔知啊。那头者，咱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到八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到八节，咱看第八节就好了。这边约翰讲，你人要结出悔知来，大家讲结悔知。
要甲悔改心相款。来啊，姊妹，我哋约翰内面咧看话啥呢？圣经看话啥呢？就如讲悔改，就如悔改出来，如悔改是为如悔改。你若是无悔改，你无可能悔改的。你若是讲你话无悔改，对生啊绝对无悔改的。你话讲悔改，对生啊绝对有悔改出来。即悔改啥物？圣经讲几项款的悔改，第头者就是圣灵的教下悔改，就是对忍耐、和平、对信实、良善、对节制、对仁爱，对即个所有圣灵的结出来悔改的叫悔改。第三个悔改叫嘴唇的悔改，我讲的话。讲的话就系祝福的话，福音的话，造就的话，这是规矩。第三种规矩是叫灵魂的规矩，就是讲你生出这只灵魂来，生出属灵的囝来，你就来传福音嘛，这叫灵魂的规矩。所以讲，这所谓规矩代表你生命，来讲生命。那有通看的啊，大啲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边就讲到。Gain Sandy, but Gene Sandy, the false prophet and true prophets. Do better, whom bet, how can you differentiate the false and true prophet? Enjoy whom bet, Gene Sandy, the Gain Sandy, the Q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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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y. Low line, they are sort of called Mzi Huan Kiu, Huan Kiu, what two are long Egyptian gone.Not all call me Lord, Lord will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Bo, it thing. Now, this is the end. How many is the end? Yeah, so I'm going to tell you, I'm going to tell you, I'm going to tell you,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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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阿咪说，那下你知嘛？主在头前内面就讲，因为伊人唔是好嘅位置，好树边就结歹位置，歹树边嘅就结好嘅位置，好嘅树就生出好嘅位置，歹嘅树就生出歹嘅位置，即系耶稣讲。所以这位置上面，就是你一世人嘅生命，都看出你是咪正一个宝啦。不是看你外表了，不是单单看讲你的这个大的基督教内面的工作了，要看你生命位置。所以啊，姊妹啊，搞到一人自主的面的点子啊，我无一条无一个生命，你茫对我在你外表内面啊来做来替。交俾我，而家就我話，我冇在度面對，因為我家點我就顧住我家己嘅生命，對唔對？先判嗰人嘅事，主耶穌，主耶穌判就是我一世人所做嘅生命，是唔是帶了位置嚟見？嘅裏面想嘅了，嘅真自然上，我以前一個基督教嘅嘅領出事，呢度基督教唔是人講嘅了。但你未为着你囝的生命来负责任个，到时囝佮阿妈仔嚟嘅，通唔啱俾你入位啦，冇咁样嘅事嘅，冇冇呢大事嘅就。啊，今日我是混天灯嘅高灯嘅会友嚟，话阿叔耶稣啊，我有信耶稣嘅，我是混天灯嘅会友嚟啊，啊，你话我接啦，冇呢理由嘅你就。今日上帝先话我哋，我一条人啊，我是牧师啊，我咪就咪，我家己对主嚟负责我家己嘅生命。我到底有规矩记，我的规矩是烂的规矩，是好的规矩，我要记哦。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啊，亲爱的，我虽然是牧师啊，我直接要记住的面的点子，我跟你讲，我的审判必然我办过，因为圣经讲的，圣经讲审判是大的神的家开始的。神的家开始，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伊所负责愈济，何愈会较济，就要上愈受的较济。我是牧师，我谈到的真济啊，无论是经历上，无论是经验上，无论是恩赐上，上帝要向我受的多嘢，苦较济啊。想看你今日接了这边，你知无？
今日你感觉特别人要徛伫主的面头前来受审判，今日准备好啥物？有悔改的机会，有悔改的机会。这个规矩啥物？就是你一世人活着的生命是安怎款的生命？一世人的生命是对起主的，一世人的生命是有平静主的，一世人为主做了一个多一个忠心的工，你好好用你一世人的生活，一世人的点声去服侍主。然后服侍主，然后带着什么款的心机、心机、动机、motivation， 什么是在你里面服侍主的才重要？你要 check 你自己的啊，你常常 check 你自己的悔改的啊。咱们爱上物件是为着咩？为着面子吗？为着人看好你吗？看会起你吗？啊，是为着人要听到别人侮辱你吗？你要知的啊！你做啥物件，你用心哦，你是积极来做的，无欢喜来做的，贵点都要来做的，无贵点都无做了的。你对主的是安怎？这是死人的生命啊！好的树丛结出好的果子的，对丛也无好，未结出好的果子的。来兄弟们，今日你是信主的人，你就要有悔改的果子的。无一个人会为着你负责的生命，你自己，你家己，要面对耶稣的，你准备好。今次世界讲啊，几月几号耶稣来啊？几年几号耶稣来？耶稣第时来都有关系啊！佮讲，耶稣从来唔同佮讲，都有关系啊。但是真系佮侬关系啥物物件，就是今日是耶稣红音来，你准备好。今日那耶稣无来啊，你红音咪见耶稣来哟？哎哟，哎嘛，人会死的嘛，对不对？耶稣未来，红音咪见耶稣啦，你准备好未？即款意思，你对起主哦，你是不是一个好儿郎？你是不是心好？你心是主所看到，然后你生活当中。今日来教会的嘛是一个熟灵人，都无来教会的嘛，都是安怎款的人？是你哪人在哪里面对？所以啊，只话跟你讲，你那是讲你是基督徒，信耶稣的人，但是只话，你就要有三项大事发生在你的生活顶。头一个来讲，悔改的心。第二个悔改的行为，第三个悔改的规矩。若是你无这三项物件，但是嘛，我袂得救，我怎个讲？按照圣经的记载，我袂得救。若是你今日要过这三项的生活，这三代志要让三代志发生在你生活，头一你心要改变，第二你行为要改变。第三个，你已经决定我一世人结出好的果子哦，耶稣。你生命被改变，何主坦然欢喜，一世人属何主忠心的跟对主。但是话，你不是得救啦。阿门。所以看，信耶稣唔单止单单信耶稣，信耶稣就要被有这三项。第二次不信在你生命裡面，格叫做信耶穌的人。我把你記住，來講，咱人平平來歐，行主的路，感謝主，主要祝福，我來講，我平平起來啊，你啊，感謝主。